是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我们来源于父母，后天之精呢是我们饮食精华，所以我们的人的精华的传送，从产生精华的产生输送到精华的升华，来弥补五脏六腑，来整个推动人的气血循环，这是肾脏的主要的功能。所以当那么肾脏呢又主骨，骨骼的骨，骨质的骨，那么肾主骨，肾主筋，这是肾的功能。肾又主气化，人的精气神的这个气化作用，气的推动升华，这些都是靠肾的功能。那么肾呢又开发于肾根，中医讲呢我们的头发、牙齿、耳朵都是我们肾功能所主导的，或者说我们的这些都是跟肾功能息息相关的。我们肾功能好，我们头发茂盛，我们这个墨黑的、光亮的，当然大多数这样也有例外的，我们的耳聪目明，这个肾好的，肝脏好，肝肾功能好的，眼睛是好的，老化是晚的，那么耳聪，牙齿，我们讲齿为肾之余，这个都是中医的经典。我们的牙齿跟我们的肾脏也是相关的，所以临床当中也是，生活当中也是，就是年龄大了以后，头发脱落了，肾功能差了，对吧？这个耳朵有耳鸣、耳响、失聪，这也是。当然牙齿更是，年龄大的牙齿脱落，跟小孩子不一样。所以在中医的治疗更年期综合症当中，补肾功能也是很重要的。总之，中医有相对论嘛，哈。对，那么肾对啊，就是肝，是不是要补肾之后还要去疏肝呢？对啊，你谈到肝也很好，对啊，这个时候去欣赏我们要肝肾，肝肾功能是互为阴补、互为辅导、相辅相成的。肝功能，中医的讲，肝主疏泄，肝气郁结，那就产生那些忧郁或者躁郁。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肝的功能跟我们更年期综合症也是相关联的。为什么呢？我们讲这个肝啊，欲发冲冠，人的情志情绪跟肝也是有关系。所以临床当中，中医治疗要疏肝，要理气，就是这个道理。比如说重用的五味子，五味子是治肝的良药，而且又是有益于睡眠，是，对对，又对睡眠有帮助的，这样的。好，那再来就继续往下谈哈，就是在治疗的方剂部分来讲，我们分很多。一般坊间都在说，女性到了这种期到更年期都要吃这个加热逍遥散。那这样对于是不是一般的症状来讲，都很适合吃加热逍遥散这一个方剂呢？还是说还要佐以其他的这些处方来帮他做推动？中医呢，很反对啊，千人一方。因为刚才谈到中医是需要辨证论治，辨证。人有很多症状啊，我们更年期有很多症状啊，有些皮肤干燥，潮热，对，有些脸潮红，有些头发脱落，更重要的有些失眠，有些烦躁等等，像这些逍遥丸是主方，而不是千人都用这个。在逍遥丸为什么讲加味逍遥丸，还要再调什么？就调理，调整，对。那么在调理调整的过程当中，有些还要加一个调养虚症很多人长期的抑郁，人非常瘦更年期，而且他是不适饮食，表现出神经症状了，是，那就需要调养啊。我们除了调理调整还要调养，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除了逍遥丸以外，我们要应对的不同的比如说很多出汗多的，那我们要用些收敛的药，对，刚才谈了五味子对肝，对肝气血有好处，对，它又是收敛的，汗里面还分啊，汗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叫盗汗，实际上不叫盗汗，晚上出汗叫盗汗，白天出汗叫自汗，但是不管怎么样，汗症啊，多汗都是虚症的表现，大多数是虚症，所以那么因为中医呢对汗是很重视的，中医称为汗为心液，是，中医讲你的汗啊是你的心功能差所导致的。好，
我想说大家会都提很多这个说出女性的更年期，男性症状也会有，是不是比较不太明显？因为男生并没有生理期，对不对？你问的也很好，男性对实际上也有，只是症状不同，表现不同，有些是比较隐性的。嗯，男性应该有啊，我们男性朋友啊，很多脱发了，牙齿脱落了，这个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退化了。嗯，还有很多什么呢？男性到了一定程度，脾气暴怒哦，脾气暴怒、嗯。第二个呢，有些呢就是非常的多疑。有些呢闷闷不乐，突然间的啊这个症状，那么跟这个荷尔蒙的退化也有关系。那么当然在其他方面啊，有些啊对太太也不尊重了 啊或者说哎怕太太了，突然怕太太以后很自卑啊，他的性功能退化了等等，他强烈的自我暗示啊，自我的觉得哦信心差了是等等，所以也表现出在还有我们的人是一个社会的人。我们健康不健康不单单是我们自身的生理现象、我们健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告诉大家，健康除了你的生理健康是你的心理的健康，还有你要适应社会的能力。所以我们讲更年期综合症有时候啊，他会觉得社会跟他脱节了是啊，他会觉得更不适应社会了。对，那么这些呢也是一个综合症状的比较严重的一个方面。好，非常谢谢季医师对这么精辟的剖析，从中的观点去看我们的整个病症。刚刚提到更年期它不是病，它是我们的一个自然的现象，我们要欢喜心去接受它，就能够改变跨越这个很尴尬的更年期。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借借着电视以及网络无远佛界的传播力量，做法的布施除了发挥教育以及弘法的功能之外，也提供了信众平时或者是退休之后修行弘法的场所。任何弘法事业都需要大众发心布施，点滴布施广结十方缘，您的布施供养能让法音源远流传，一切福报功德圆满成佛资粮。话拨账号4227-4784，著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见奇迹，见幸福。十方法界卫士开播一年多来，深受佛教界以及十方善信爱戴及支持，所制作的十方之歌也受到观众热烈回响，并且踊跃护持。我们以感恩的心在推出精心企划护正法送好歌第二波的活动，十三首经典歌曲只送不卖，您护持节目制作经费，我们送您十方之歌系列 CD 一片。随缘啦，粗茶淡饭随缘过。经典好歌是您心灵的滋养良方，知之悦耳动听，值得您收藏。护持账号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圣人求心不求佛，凡人求佛不求心。山江的花洗发机，以姜结合手工研制而成，姜能深层结晶透明，促进新陈代谢。而手物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及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梳理。山江的花洗发机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江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现在所收看的是十方法界卫视。客观的态度报道国内外佛教动态，除了佛教，我们也着重于医疗、养生、艺术及慈善爱心动态报道。十方法界卫视。观众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十方新闻，我是任一荣。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以六度为基础开展菩萨万恨，勇猛心一发，恒常心难持。台湾著名晚茶时，日本茶道与韩国茶道得到佛法的利益。第十届金车青年油画奖得奖作品展，用意志力与向善的心参与水陆法会，美学与教育的艺术家方慧光的艺术热情。修行学佛，我们可以以六度波罗蜜为基础，开展出菩萨万恨。六度之首是布施，有财施、法施、无畏施。财分内外，
内财是身体，外财是眷属和物品。法是佛法的道理及修持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等烦恼的方法。无畏是以慈悲心使众生脱离故畏恐惧。如果能在自己修学佛法的同时也以身示范做义工，出钱出力出时间来护持三宝，弘扬佛法，救度众生，便是三施并行，自利利人。布施他就能够破除这个贪欲，忍辱他就能够对治这个嗔恨。般若就能够对治我们的愚痴，所以这个也说明了，就是说佛法里面告诉我们修持的种种的这种美德，这些美德它其实都是在对治我们自己本身众生的这个这些病态的这种现象。那这些现象呢，透过于六度波罗蜜的这样一个行持然后透过于四摄法的一个方便，四摄法呢就是一个布施、爱与同事力行。那光是知道这些，光做这些，偶尔我们还是会退道心的。所以我们里面也有一句话说，勇猛心难持啊，恒常心难持，勇猛心易发。布施、持戒、忍辱是福行，禅定与智慧是慧行，精进则福慧兼具。不管任何法门，都可以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来涵盖统摄，也可以说用六度做基础纲领，可以开展出菩萨道的种种修行法门。时光新闻记者赖欣荣台北采访报道。每个人在踏上修行的道路时，总是怀着深重殷切的心，然而在遇到挫折逆境之后，却又容易退失道心。不论是世间或出世间法，成功与失败的关键不在于能力的高低，而在于是否能够坚持到底。能坚持到底，虽移山填海之难事亦能成之，如果半途而废，则反掌折枝之易事亦难达成。我们学佛，我们得到佛法的好人，我们都发菩提心我应该要精进修持，要用功，要精进。可是呢，做了没多久又退失道心了。所以勇猛心易发，恒常心难持啊。那这又必须要靠四种的力量来推动，也就是说心里面必须要有常常这样的四种的动力。那个就是呢，四无量心的慈悲喜舍，慈能拔苦，悲能娱乐，喜能自在，舍能无碍。所以佛法里面告诉我们修持的方法，它就是在破除我们众生的这种种的这种毛病。所以我们只要勤修佛法，那必定就能够减轻我们的那些习性。修行就是透过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提升，不断不断的锻炼，不断的这样一个行持呢来转化，来提升自己修行的境界的在这里也祝福大家在修行上能够不断的自我提升自己的修持。假如能够认清修行的可贵及无常的迫切，就不会轻易的退却。所谓无常老病不与人齐，朝存夕亡刹那易逝。无常的逼迫性是警惕我们提起悼念对治懈怠的良药。莲池大师在案头致书《生死事大》，日日提醒自己不懈怠。修行人如果能够有这样的生死心，定能督促自己勇往直前，精进不懈。时光新闻记者赖一荣台北采访报道。台湾最美晚茶时，希望能够将台湾茶推向国际。
茶行第二代的杨寿云老师，创作台湾最美晚茶诗，将种植茶叶的辛苦写入歌曲中，希望将台湾茶推出国际。台湾最美采茶史哈，那因为我自己是茶行的第二代了，那接触茶行比我年纪还大，那发觉台湾的茶。其实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农特产品，它应该要有一首比较写的详细一点的歌曲，那就是用这个词来创作这首歌。啊，当然也是因为要参加2006年吧，一个国际的茶博会，所以创作的早上在演讲时候的背景、布景，还有跟这首歌。当作是向外国人介绍台湾特色，而且很短的时间介绍台湾的特色茶所做的歌曲，跟那个艺术装置、装置艺术。杨寿云老师参与2008年茶博会，为了向外国人介绍台湾优良的茶叶，特地创作《台湾最美晚茶诗》，以优美的旋律和影像介绍台湾茶叶。时尚新闻黄慧茹、徐建一，高雄采访报道。日本的茶道与韩国的茶道其实都是源自中国。日本茶道与韩国茶道源自于中国，却发展出独树一格的茶道文化。反观台湾，台湾茶也极具特色，知名度却不及日本、韩国。因此，台湾需要寻找属于自己的茶道文化。其实茶道在日本茶道跟韩国茶道的书籍里面，他们开宗明义哦，他讲的是说茶道。什么日本茶道或者韩国茶道源自于中国，其实是中国的东西，不是日本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反而去日本学茶道啊，其实这是在古时代传出去的，只是他们发扬的保存的比我们还要好啊。比如讲说，韩国的茶道，他会把它浓缩成四个字，叫做和静简真。那日本的，他把它浓缩成和静清直。其实反观我们台湾或者中国大陆，我经常会用这个问题问中国大陆或者台湾，那台湾茶道和中国茶道是哪四个字？其实到现在没有人讲清楚。杨寿云老师表示，台湾茶产需往精神层面发展，将茶道带入台湾人的生活中。时尚新闻黄慧茹、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放大蒙山是一种慈悲心，能够利益幽冥界众生。以佛来说，就是名扬两利，名就是幽冥众生、地狱畜生、恶鬼。阳就是我们人间普通的听经闻法，这些幽冥众生不能得自在，在地狱里面的众生不能出来，恶鬼道很苦，畜生道也有种种的苦难。警惕自己的起心动念啊，而且呢，不造恶业，以免沉沦，第七三，唯行菩萨道。蒙山施食就是起以大悲心，借着我们的佛法真的力量来传戒这六道众生，都可以来这里听经闻法和讲忏悔增长善根，共振佛道。所以这个施食法会都是非常的殊胜一八多为主安尼来互因利苦得乐所以安遮的众生拢爱请车来以慈悲心来遮度化遮的六道一切众生阿弥陀佛。放大蒙山，借佛的力量，借法的力量，借我们自己心的力量，这三种力量加起来，使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都可以来到这里听经闻法忏悔，如果他了悟了，就能得到佛法的利益。十八新闻特别陈一上高雄采访到。金秋青年油画奖以不同的视角探寻台湾土地的风景与人物，过
为鼓励艺术家创作，金车青年油画奖提供青年艺术家展现舞台。这一届征件主题为台湾风景画，以油画为媒材，画出心中的台湾意象。参赛者分别以全台各地景点及生活中的人物，表现出台湾的风景与人文。风景组首奖得主施金红以作品《这城市龙井》描述台中大步山上眺望的景色，宁静的山上看着热闹的城市，每栋房子的风貌有所不同，代表每个人对家的定义不同，仿佛看见大家为了生活与梦想，在城市某处各自奋斗着。李文新的老梅绿石潮海岸以各种方式留下那片海，为的只是从小到大那段家人们与海的回忆，希望能将它保留在家人的心中。陈定如的真爱重现是位于阿里山姐妹潭内的永结同心，两株老块木的树头与根巧妙地连成一个大心形，是许多绿和这些青年艺术家取景自台湾各地风景，从台湾最南端的垦丁、奇美博物馆、乌来美洞森林游乐区、宜兰龟山岛等，及生活中的人物角色，画出最动人的景致。时光新闻记者赖金荣台北采访报道。借由意志力与一颗向上的心，能够圆满水陆大法会。透过意志力与向善的心，一连七天全程参与佛恩寺所举办的水陆法会。德界居士表示，参与水陆法会可改善人心，滋养善根。水陆法会是非常殊胜的一个佛教的庆典啊，它主要的是在改善我们的人心啊。现在的社会也许是末法时代了啊，能够配上我们这么殊胜的佛恩寺，我的师父如松法师，还有十方法界的协力帮忙，我想这就是佛陀讲的正法会永远留在人间。因为工作的忙碌，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时间参与佛教的一些庆典，所以我也是这第一次参加水陆法会，但是就是让您感到殊胜，因为体力绝对是多少会有影响，可是在精神方面，我想体力是随时可以克服的，因为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三个字叫做意志力，还有四个字就是你向善的心。水陆法会以供养十方诸佛圣贤无遮普施斋食为基础，就把诸六道众生并广设坛场，使与会众生得以其因缘与根器至各坛听经闻法，所以在法会中所供养救度的众生范围相当广泛，因此集合了消灾普度上供下施诸多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水陆法会的功德利益是民洋两界都能获利的，也能够让社会更祥和。十方新闻黄慧如、许建议屏东采访报道。艺术家的创作希望能够关心人的情感与生活的经验。艺术家方慧光做艺术做了一辈子了，到最后他说用四个字来说艺术，明心见性。意思说从人做艺术可以看得出来他一生的心情与性格，也就是说做的作品等于他的一生。我的作品最主要是以青铜为主，然后在技术上的基本上我融合了从古典到当代啊，几乎可以作为表达的媒介啊，我都接纳运用。那我的作品基本上是以人为主啊，那就是我在创作上基本上我比较关心人在社会当中的生存的环境，还有人的心境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是一直是我创作的重点。在创作上，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关心的主题。那对我来讲呢，其实我的创作基本上是来自于就在生活上或是人生的经验呢，我一直对社会、对人这个主题的比较关心。那所以这个当然也转化成我创作的主题啊。
那也就是每一个艺术家呢，他坚持他自己的某种方向跟信念啊，然后不同的人创造出不同的东西，于是就构成了整个艺术的全貌。艺术家方慧光比较喜欢做人的感情与内心的感受为题材，也就是说因人而异。他比较喜欢叙述人的遭遇，喜欢他自己的艺术跟台湾的生活经验有感情的连结。时报新闻特别陈玉上高雄采访报道。透过创作，方慧光也让艺术更加贴近生活。在美国求学时刻，才是让方慧光大师开始见识到顶尖艺术高手的时刻，也让他更加奠定了他心中所想要走的雕塑艺术之路。那我的创作里面呢，青铜一直是我一直在使用的。那包括我在美国的时候，在旧金山艺术大学雕塑研究所教课的项目，也就是青铜雕塑跟青铜铸造。那青铜铸造当然是在材料里面啊，包括成本上都是最昂贵的啊。那我想我也是一步一步啊，从绘画啦、雕塑啦、泥塑啦、木雕啦、石雕啦等等一路走来。那青铜它是一个非常恒久的材料啦，就是随便青铜放，就是保存下来，我想放个2000年、3000年啊，都没有问题。但是在创作上也遇到一个要很认真思考的，就是一个作品要放那么久，所以当然你不能草草了事啊，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它才值得啊存放那么久，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啊。我想这个是做青铜雕塑同时要去慎重考虑的事情啊，所以在技术上呢，成本上它都比一般的雕塑当然门槛高很多。方慧光大师在地方上教育英才，深刻的影响了在地的艺术学子对于艺术这一个领域的鉴定。同时在2004年高雄国际钢雕艺术节那年，他带着学生用废钢铁制作了美丽的浪花。他说做艺术做了一辈子了，到了最后，方慧光大师用明心见性四个字来说艺术。时报新闻特约陈玉上高雄采访到。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关心国赛动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十方法界关怀弱势族群与照顾弱势儿童，以佛教因果轮回培养正确人生观，阐扬伦理孝道，提升社会风气，超越山头，跨越派系，虚拟万法，环绕全球，坚持公平公正包容的立场，以传播正信佛法为己愿。十方法界卫视，世人求心不求佛，凡人求佛不求心。一起来看看今天在佛教界有哪些活动。斋戒由地亲法师主法，12月23号在基隆仁爱国小八关斋戒暨30信念法会，12月24号在台北日新国小二楼礼堂，0623355530。大慈山弥勒菩萨道场卢坤法师传授八关斋戒，12月24号在向上国中，电话04-2350-2276，入场时间上午8点以前。107年水陆法会由新义法师主法，日期107年3月4号到10号，地点在菩提山极乐寺，电话07-783-1466。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新闻，祝您福至圆满，再见。
法界借着电视以及网络无远佛界的传播力量，做法的布施，除了发挥教育以及弘法的功能之外，也提供了信众平时或者是退休之后修行弘法的场所。任何弘法事业都需要大众发心布施，点滴布施，广结十方缘。您的布施供养能让法音源远流传，一切福报功德圆满成佛资粮。大波账号4227-4784。
十方法界卫士开播一年多来，深受佛教界以及十方善信爱戴及支持，所制作的十方之歌也受到观众热烈回响，并且踊跃护持。我们以感恩的心在推出精心企划护正法送好歌第二波的活动，十三首经典歌曲只送不卖，您护持节目制作经费，我们送您十方之歌系列 CD 一片。好歌是您心灵的滋养良方，知之悦耳动听，值得您收藏。护持账号42274784，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清风吹其凡，一人说是风动，一人说是凡动。若祖慧能说，不是风动，也非凡动，是人的心在动。风吹凡一定会动。只要自己的心不随着环境而乱动，心不动，风也不动，凡也就不动了。心若如树苗，风过会折腰；心若如岩石，风过无所动；心若如虚空，空与风又何妨？山姜的花洗发剂以姜及何首乌研制而成，姜能深层结晶酮体，促进新陈代谢。何首乌中含软磷脂，营养发根，润泽秀发，及后秀发不油不涩，柔顺好处理。山姜的花洗发精洽询专线07223-1825，另有山姜的花沐浴乳、润肤乳同时发售。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07223-1825。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十方法界卫视。各位居士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佛恩寺第三期的工程弥陀殿正在建设当中，对一个修学净土法门的行者来说，如何成就上品上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而发心护持弥陀殿的建设，其实就是弥陀经里面所说的成就善根福德因缘，这是成就一切往生西方最重要的资粮。所以卢松在此呼吁所有修学净土法门的行者们，大家一起来发心护持弥陀殿的建设，为早成佛道广集更殊胜的因缘。阿弥陀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电视机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各位谈这个佛说大圣十法经。我们今天呢所谈到的是这个成就正信的部分了哈。我们在上一节呢经文谈到说呢，善能信一念中三世诸佛智，信如来藏不断肠，不老死不可尽。好，各位，这里的信就是相信，相信一念之中能够与三世诸佛的智慧相应。那这个部分呢已经跟各位呢有解释过了，我们今天底下看的就是底下的这一句话，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他说信如来藏不断肠，不老死不可尽。那各位，我们首先要先了解什么叫如来。这里的如来就是不变异的意思哦。不变异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啊，佛陀叫做如来嘛，如实的来，如实的去，或者是说趁如实道而来，对不对？所以称为如来。所以这个如是不改变的，就是真实。那我们讲说如来藏，各位，就是如来代表的就是佛性，藏就是指含藏，就说众生皆有如来藏性，所以讲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以他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众生都具有那一份的佛性存在。但是问题就在于哪里？众生虽有佛性，但是你能不能成就，你能不能成功，要看你有没有发心，你有没有那些因缘，把你的如来藏性，把你的佛性给表达出来，让它呈现一个清净的状态。问题是在这里。所以套一句我们现在用比较客观比较理智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佛性，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什么什么，一切众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一切众生皆能成佛啊，这种可能性是每一个众生都有的。但是安乐行，为什么一切众生皆能成佛？因为佛陀告诉我们的，因为一切法无常，因为一切法缘起，因为一切法空，所以这个世间有无限的希望，这个世间有无限的可能性的存在。为什么？各位你想看吗？因为一切法无常啊，无常就是不断的改变，所以众生可以从坏从恶，因为不断的改变，从坏的变成好的，从恶的变成善的，从凡夫变成阿罗汉，变成菩萨，变成佛。因为无常，所以这个世间一切都会改变，没有一个决定性。那什么叫做缘起？对不对？我们必须去了解哦，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的万物，所有的一切事情，都不是突然之间冒出来的，都不是各位完全没有因缘而它会产生的，不可能。就像人一样，人之所以会肚子饿，人之所以会老，人之所以会死，我们看到这个地球之所以会改变，各位，这都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这都不是单一因缘成就的。一等二五这些观音的简单说啊，人死了，什么叫做死了？各位要有好多种条件哦。第一点，你形容一个人死的时候，我们怎么形容啊？他没有呼吸了，他没有心跳了，对不对？然后呢，他身体已经冰冷了，
他的意识活动已经没有了。好了，我们说他死了。如果一个人有心跳的话，你跟美工一起啊，一个人还有在呼吸，你会说他死了吗？不会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理解的呼吸、心跳、体温乃至我们的意识活动，那是决定一个人有没有生命迹象存在的原则。所以今天我们将发现说啊，原来就是要判定死，也不是只能一个条件的判定而已，它还有分好几种的角度可以切入的。那我们说老，各位老毛过来救呢，人老了，各位是指你的外貌、你的形体老了，还是指你的心老了？你了解了？所以有些人是哇，年纪一大把，哇，看上去哎呦你好老啊，但是一改观，我人老心不老。但是有些人看过去很年轻啊，但是他的心已经很老了，他已经失去了赤子之心，所以他老了。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可以很多种的切入，但是会产生这个结果一定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一定有很多的原因促成了他的改变。所以佛法才要告诉我们说，一切法缘起，随因缘而改变，但是也随着因缘而成就。但是各位还有一个条件叫做空，如果不是空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无常；如果不是空的话，它就没有办法缘起。所以就是因为一切法空，一切法缘起，一切法无常，所以这个世间有无限的可能性，这个世间有无限的希望，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努力，你就可以成就。所以我们说佛性，佛性可以把它用现代化原理，就是成佛的可能性，只要你愿意。所以佛陀告诉我们的佛性说，众生皆有佛性，众生皆有成佛的能力，佛陀也是这么解释的啊。那所有众生的心里面都有如来的藏性在里面，含藏在里面，所以众生皆有恻隐之心。众生的一念善心升起的时候，只要因缘具足，它会发展，它可以善法，可以增长，可以成就，可以得到解脱，可以成佛。所以他才讲说，你看信如来藏不断藏，如来藏在一切众生的心中。各位要来接着的观念，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在凡夫的身上如来藏性不会变小了，在佛的身上佛性也不会变多了，它就是平等平等。所以在佛的身上也如此，在凡夫的身上也如此，在畜生的身上也如此，在鬼道的众生的身上也还是如此，佛性是平等平等的。你一定要盖吗？那佛性也没有什么断也没有长的问题。有些人说断，断的意思就是说哎呀，在什么的情况之下会消失，或者是在怎么众生的身上会没有，各位不可能。佛性在所有一切众生的身上是本具存在，所以它不会断，而它也不是一种常。为什么？为什么说我们不形容说它是常？各位，常就是不改变，永远如此，所以叫做常。然后会消失，会灭亡，所以叫做断。那为什么我们讲说不常断？因为你要知道，这里讲的是如来藏，藏就是含藏，就是藏起来的意思。那为什么叫做藏起来？因为他们还没有显露出来嘛，他还没有显露出来啊，所以叫做如来藏啊。所以形容如来藏的状态有两句话：如来藏在禅，如来藏出禅。各位，这里的禅是指禅住的禅哦。
如来藏已经出离了缠缚，那就是什么？佛性显现的清净的。如来藏在缠，就是在缠缚的状况当中没有办法脱离，所以这个叫做烦恼相应，所以佛性没有显现出来。所以他为什么用不断常？因为如来藏的状态你不能说它是常的。为什么常的话那永远是如来藏？那请问你，你的佛性有没有显现呢？因为这里的如来藏是代表含藏包住的意思啊，它还没有出来。因为出来之后我们就把它称为佛性显现呢、啊、就像六祖坛经里面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各位，六祖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告诉我们的，所以他本来就具足，没有生灭的问题。那没有生命怎么会有断肠？没有生命就没有断肠。所谓的生就是升起，灭就是消失。各位要记住各位啊，没有升起的东西怎么会消失？有升起才会消失。所以阿难，你这事干嘛赶快呢？有得有失啊。因为各位要想着什么干呆的啊，有些人赚钱嘛，赚了很多钱，得到了很多，然后他说：“哇，这是我得到的，我要把它存起来，千万不要让它再花掉了，哇，不要让它再离开我的身上，哇，喵喵看金，我得到很多，结果最后呢，失去更多，为什么？各位你要记得一点啊，你拥有的越多，结果你要死的时候，你什么都带不走，你不是失去更多吗？”你爬得越高你就摔得越重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啊，难道大家不知道吗？知道。所以你得到越多你就失掉的就越多啊。那失掉的有另外一种层面，我们刚才讲的说，哦，你得到很多，你拥有很多钱，你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你失掉更多，这是表面上的。另外一种就是说，当一个人执着金钱的时候，他会为了金钱，各位，失去很多。失去什么？你会为了很多的金钱，要拥有这么多的金钱，你失去了你的心灵生活。因为你的心中都只有钱，除了钱没有什么比它更重要了。你的精神层面没有了，空虚了，都是只有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为了得到钱，各位你醒快门了，你要想拥有更多的钱，那你要想尽办法去赚钱啊。那你想要办法去赚钱，都郭胆公子孤人，人无横财而不富啊。意思就是说，你为了要得到拥有那么多的钱，那你这里面可能会面临到一个执着。因为你要拥有更多的钱，当然你就舍不得花啊。你紧的迈开，哇，你才能存越多的钱，要越节俭才能存越多的钱啊，是不是？那你要拥有更多的钱的时候，你要累积你的金钱，你可能你也不会有那种善心，说你会去行布施，你会去帮助那个需要帮助的人，你也不会做，所以善心也没有了。然后为了要得到更多的钱，你可能是什么？不择手段，可能用非法的手段，可能说用不光明的手段，你才能累积更多的财富吗？然后你为了你对金钱的执着太多的时候，你也会忽略到你的亲情、你的家庭，因为你的眼睛里面只有钱。所以我们说，得到的越多，失去的越多，是指你如果越执着金钱的时候，你得到越多，你失去的这个社会的价值就越多。你到死的时候，你失去的也越多，因为你们你钱都带不走，对不对？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人死的时候就只有业力跟着你走而已，你造的是善业还是恶业，就是在那一刹那盖棺认定的，决定的。所以今天我要去了解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没有生就没有灭，有生就会有灭，有得就会有失。所以今天我们讲说不断常，没有所谓断的问题，也没有所谓常的问题，因为它本来就是如此如此。就像生灭，生灭也只不过是一种什么自然的现象而已啊。那各位你们可能会问一句话，师父，生灭叫做一种自然的现象，那它还是有生灭啊，还是有生灭啊。那我们经典里面讲不生不灭，难道这个世间有所谓的不生不灭吗？我跟各位说啊，你把你的心注意听哦哈，你把你的心里面现在概念全部都放掉，你注意听我讲。当你执着的时候，就是有生灭，因为你被生灭绑住了。当你不执着的时候，就没有生灭。为什么？因为你的心不执着的时候，它就是变成一种自然的现象，差别在这里而已。居士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都知道，一切功德当中，以受到佛像的功德是最为殊胜的。经典当中说呢，受到佛像不但呢能够看除我们生生世世所造作的一切的罪业，更重要的是能够成就我们的福报。所以像经典所说呢，能够你要求智慧，就能我们得到智慧；你要求福报，能够就能得到福报；你要求富贵，能够成就富贵；甚至你要求往生西方，那更是非常殊胜难得的资粮。所以我们佛恩寺大雄宝殿呢，在两侧我们就是采用天然玉石所雕刻的88火。那88火呢，在我们本课当中呢，单日是诵弥陀经，双日就是礼拜88火，所以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居士大德，如果您有这一份心愿的话，想要成就殊胜的功德，那我们佛恩寺的88火非常欢迎你来指定发心。在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屏东佛恩寺上如下松法师起见30纪念法会暨佛学讲座，1月14日于屏东佛恩寺，电话0877955568，台南、高雄、屏东地区备有游览车，欢迎踊跃参加。阿弥陀佛。用感恩的心来迎接新的一年。佛恩寺迎接新年好运到，举办新春点灯过好年，在佛前点一盏灯，为自己或亲人献上一份爱的祝福，就由诸佛菩萨慈悲加持，祈愿减轻业障，破除黑暗，迎接光明。点灯日期大年初一至初七，欢迎十方大德菩萨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洽佛恩寺，电话0877955568，7795148。阿弥陀佛。你的心没有生起烦恼，各位没有生烦恼，还要断烦恼吗？姐姐啦，重点。今天众生之所以有烦恼，是因为我们生起烦恼，所以我们要断烦恼。但是到了真正大圣佛法的甚深意涵的时候，菩提跟烦恼本来就是，各位，平等平等的。菩提跟烦恼是平等平等的，为什么？一念心迷叫做烦恼，一念心悟叫做菩提。当你的心念念都是正念的时候，念念是菩提，请问你有什么生有什么灭？因为烦恼从来没有升起过，怎么会消失？当我的心能够掌握住的时候，我的心没有生灭的时候，另外靠在外境的另一个掐大便哦，那是你们的事情，我的心都不会动。所以生灭是外境在生灭，但是他的心没有生灭。所以这个是佛，众生被外境给绑住了，所以看到外境的生灭，你的心就跟着生灭，就如此而已啊。
所以在一个佛的境界里面，他的心是如如不动，他的心是不生不灭的，但是他看到的这个现象界是不断的在生灭，是不断的在生灭。为什么？无常啊，无常就是不断的生灭缘起啊，不断的改变，那因为空啊，所以他有这些特性。所以你要去表达，你千万不能想说，哎呀，佛的境界就真的是不生不灭，永远无生嘛，永远无死。各位，不是这样解释的，你千万不要这么想哦。你要这么想的话，那就很麻烦了。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这么讲哦，我们很多的众生学佛哦，观念上还是改不过来。就像曾经有个居士问我说：“师父啊，你说经典里面讲涅槃，涅槃极境呢，是不是有一个地方，或者是有一种境界，就叫做涅槃？哦，得到涅槃的就进入那个地方，或者是进入那种境界？”各位，我们可以这么想哦，涅槃是一种新的证悟，涅槃不是一个地方。涅槃也不是一个境界，说哦，大家得到涅槃就跑到那个境界去，不是。涅槃是一种新的证悟，觉悟世间的真相，心不再为一切所动，所以叫做极境。涅槃极境是指心的极境，心已经不会被外境所动了，所以叫做涅槃。因为烦恼都已经没有了，贪嗔痴都尽了啊，所以叫涅槃。所以今天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所以曾经有一个菩萨也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师父，你看释迦牟尼佛不是成佛了吗？为什么还会死？那是我们说成佛了，不是真的不生不灭吗？为什么还会死？”问这个问题耶，各位，你又忘了，我们说现象界的色身。是因缘果报体，因缘果报体，因缘尽的时候，这个果报体难道不消失吗？如果不消失的话，就变成一个问题啊，不消失就变成常哎。那佛自己讲无常，它变成常，你讲你觉得说是说得过去吗？当然说不过去啊，而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啊，也的确就是无常啊，所以。这个色身的果报体有它过去的因缘，这个因缘尽的时候它自然就消失，就是佛也是一样啊。所以是指佛证悟的那一种境界，佛的法身不生不灭，但是佛的这个化身，佛的色身还是会消失啊。但是它消失只不过是个外在的形体而已啊，佛的这个如如不动的本性，佛的这个清净法身的，各位，这个我们说清净法身佛的这个佛性，这个真实证悟的境界，难道它消失了吗？没有啊，他如果要来这个世间度化众生，他在各位随他的愿力再变化成另外一个色身，他就又能可以来这个世间度化众生了吗？只是他不会告诉你说我是什么佛再来而已啊，这样各位你了解吧。所以你不要老是用表象的那一种境界去想象佛的那一种境界。所以啊，他讲说为什么不断肠，为什么不老死，不会老也不会死，事实上这个是在表达说众生的生死是这样子的，生老病死好像一定要经过这个老才会死啊，所以他在形容不老死，也就是说他没有生灭的问题，然后不可尽，他不会消失，他就是这么样的存在。你是凡夫也好，你是地狱道的众生、恶鬼道的众生、畜生道的众生，乃至你是天人，乃至你成佛，都还是一样。所以你要真实相信，你真实相信了，你就相信了无常，相信了缘起，相信了空性，你的生命就充满了意义。各位为什么？因为这个世间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啊，只要我愿意它就会改变。哇，各位，
前途光明啊，对不对？前途光明啊，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改变，看你要不要。所以我们才讲说，事实上我们佛法在讲无常哦，不是消极耶。其实无常是很积极的，就是因为无常，所以我要积极的去改变。因为无常，一切可以不断的变化，只要我改变了，我的将来就跟着变。所以这是这一段里面，就是要对于我们对于佛性的认知，一定要把它建立起来，这个信心。再来底下谈的就说，意性实际法界，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像诸力无畏不共法佛法，各位，这一段所谈到的都是佛的殊胜的境界，就是说我们对佛一定要有，各位，真实的信受。所以他讲说，意性实际法界，各位，实际就是真实哦，真实的法界的存在。那各位，这个真实法界指什么？我们必须去了解了哈。我们今天众生呢，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相信。我跟各位讲啊，真的是哦，就像有时候你跟人家讲说，哎呀，佛法有多么殊胜，西方极乐世界有多么殊胜，你也来攻击故人，我又看不到。他一句话就把你推翻了，我又看不到。你跟我讲说西方极乐世界多么漂亮，多么庄严，哇，看不到啊！你跟我讲说佛有多么殊胜啊，不然你叫佛做真的知道出来我要看嘛？佛已经入涅槃了，怎么跟你看？对不对？你刚才讲说有鬼大众生，你讲啊，不然你抓一个我要看看鬼啊，谁在上面看？众生愚痴啊，他永远是用他所看到的这个世间来认知这个宇宙，但是他不知道说这是非常愚昧的事情。人的能力跟这整个宇宙比起来的话，各位微不足道。以前人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叫做人定胜天，哇，人只要愿意努力的话一定可以胜过这个天的。但是话够够了哈，卖功啊，因为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大自然的力量，事实上是人的力量所没有办法去抗衡的。你看给你雨多下个几天就土石流一大堆了啊，只要气候给你稍微变化个提高了两三度，降个两三度，这个整个地球就乱掉了。你不是说你人定能够胜天吗？那为什么我现在温度给你提高个两三度你就没有办法去改变了呢？我现在给你一个土石流，为什么你就没办法了呢？为什么来给你七级八级的大地震，你们房子就倒了一堆了呢？你不是讲人定胜天吗？所以啊，众生有时候真的是盲目的被眼前的一点点的成就，被眼前一点点的成功给骗了。有时候人在这个进步的过程，哇，你看我照着这一条路照得多好啊，我盖这个大楼盖得多好啊，对对，我这个水坝盖得多坚固啊。但是各位有时候想一想，众生也真的是蛮愚痴的。你的水坝不要说地震啊，单单几次给你土石流啊，上面的泥沙一直淤积下来，没有多久你那个水坝就都是泥沙一堆，那水坝就报销了，对不对？你那个大楼，那你多么会盖啊！我今天不要地震，我也不要台风，我也不要天灾。我请问你，这栋大楼能够使用多久？100年？200年？老了，旧了，自然而然你就自己把它敲掉了啦，还需要天灾把你毁掉吗？不用。时间就是最大的杀手，因为你经不起考验。需要天灾来给你毁掉吗？不用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去了解众生愚痴到
都是自认为我看到我听到的这一切叫做真的。如果我没有办法去印证，没有办法去看的东西，我一昧的把它否定掉。但是我跟各位讲了，这个世间有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比如说良心。各位，你的良心看得到吗？良心，良心在哪里啊？良心在哪里啊？我问各位，良心在哪里？良心找不到。你说啊，良心是指一种道德层面，那我再请问各位，什么叫道德层面？你怎么解释什么叫道德层面？有些人讲说啊，这是人的本性，只能够说人之初性本善。我嘛，如果有些人要强辩的话，有个公子固有谁规定的？谁规定的？孟子说人性本善啊，荀子说人性本恶啊，你怎么解释？说人性本善的是说人本来生来的话，他的习气就是好的，会变坏是因为外来的环境把他带坏了，所以孟母三迁，对不对？造就了孟子的成就。但是荀子说人性本恶，你这囡仔你也生出来，你都卖个假哈，他不可能会变好的。有没有道理？好像也有道理哦。所以今天我们要去了解，很多的东西是看不到的，它是一个概念，它是一种自我期许。有什么共人？良心，良心就是一种自我期许，就是一种社会责任，就是对这个世间、对这个人类的一份的责任，这个叫做良心啊。所以要人家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包含什么？你不要去伤害别人，你不要去骗别人，这个就是良心啊。把不告诉上一个的良心，你解释给我听。那你说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去骗别人，那各位你没有发现它跟什么很像？它跟我们佛法的根本精神很像。佛法的根本精神就是，各位不要为了自己而去伤害别人，所以我们要持戒。持戒就是规划我们的行为啊，不要去伤害别人啊，不要让自己做出错误的行为。所以不对自己来讲就是保护自己，对别人来讲的话就是保护别人，不要去侵犯别人。各位，这个层面跟良心有没有很像啊？但是一般的来讲的话，在儒家里面讲到的良心也只不过讲到这个层次而已啊。对得起天地良心，对不对？但是佛法讲的慈悲，不管你良心不良心的了，佛法讲的慈悲是要为一切众生付出，无怨无悔的付出，那是远超过良心两个字所能涵盖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去了解到说，好，佛的殊胜的境界，当然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你说佛有多么殊胜，多么伟大，阿干我都对我提出来挖矿，我法懂。但是就好像我跟各位比喻的，不然的话，你良心能不能告诉我，你的良心长得什么样子？你能告诉我吗？你的良心是黑的还是红的还是白的？也拿不出来啊。那你各位到处都讲良心，对不对？你得要有良心嘛，啊，良心选这三款。所以本来有很多东西就是一种概念，它是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它是真实存在，但是你要它显现出来有时候没有办法。就像什么？就像虚空。不，虚空啊，有啊，虚空存在啊，但是你看得到吗？你摸得到吗？你也摸不到啊。那有些人形容说这个虚空就是一种空间了，为什么？这个空的空间里面才能够有一切万法的存在，对对，这个就是空啊。如果没有这个空，一切都是实心的，请问你我们现在怎么存在这个空间当中啊？所以虚空就表达这个空的感觉，那这个空的感觉是真实存在的啊，你不能讲没有啊。
但是你看不到，你摸不到，你感受不到啊，你干嘛在讲伊无？是不是？所以这有时候就变成了众生在思考很多事情的时候，不要一竿子打翻一条船了。为什么？因为你不能用凡夫的这种概念来看待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你是无法度去感受的。布施庄硕佛像，能感得生生世世相貌庄严，常为诸天所敬，远离八难，常出生在富贵和清净修行的家庭，所生之处都能得遇诸佛。佛恩寺弥陀殿西方三圣佛像，欢迎十方大德居士能有金出金，以我们随身拥有的金饰来布施庄严佛像的金色身。庄严佛像就是在庄严我们自己，这殊胜的因缘期盼您的发心共同来成就。洽询电话0877955568779-5148。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妙难酬，累劫修正为众生，闻声救苦渡彼岸，苦海常作渡人舟。佛恩寺将塑造一尊用天然花岗石打造的观音大佛，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如松在此广邀各位居士大德们，大家万人花心共结万人缘，因为经典当中告诉我们，塑造佛菩萨的形象能够让自己具足一切圆满。什么叫做一切圆满？就是福报成就、智慧成就、功德成就，你所求的一切都能够如你的心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期待大家共同一起来发心这个殊胜的因缘。阿弥陀佛。花心护持佛恩寺观音大佛圣像，话拨账号422-7673，户名佛恩寺李嘉欣，电话0877955568779-5148。阿弥陀佛。所以他这里讲到说，意性实际法界，这个实际就是真实。但是我说真实，可能有人讲说，师父我们不是讲无常吗？为什么会有真实？我跟各位讲，这里的真实跟我一般讲的那一种的真实是不一样。我们一般为什么会讲无常？是因为众生执着，所以佛陀讲无常。如果众生不执着，佛陀不会讲无常，因为你们不执着啊，我有什么好强调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们不执着，所以我就不需要再特别强调，因为你们都懂了啊。就好像我们说，从这个社会的立场来看，如果这个世间都是好人，都没有坏人，还需要警察吗？所以会警察，就是因为这个世间有人会作奸犯科，所以才需要警察。这个佛陀会讲无常，就是因为众生都执着常，所以佛陀才跟你讲无常。当大家都不执着的时候，佛陀就不会讲了，因为讲出来是多讲的，是多余的啊，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去了解，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讲的实际，就是表达那种法的真实的面貌。法的真实的面貌是不带有执着，不带有染污，是平等的那一个法的性质。比如说佛性，比如说空，比如说无常，比如说缘起，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表达的那一个实际的法界的内容。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是真实的，这个概念是绝对存在的。好，他说一切种子，一切种子相，这里的一切种子是代表佛的智慧。所以我们讲说，哎呀，佛是一切种子，
然后一切种子相是什么？表达是那个相，相就是相貌、形象。所谓的形象，就是说佛从证悟一切种子，然后各位做种种利益众生的事物，乃是说八万四千法门利益众生，这个就是相。那个本体是一切种子，因这个本体产生作用去各位讲经说法利益众生宣扬佛法，这个就是相。然后呢诸力，佛有十力，佛呢也有四无所谓，佛也有十八不共法，那这些来讲都是属于佛的甚深殊胜的境界，我们一定要相信。好，各位为什么要相信？因为我们这是佛的弟子耶，你如果对佛都不相信的话，你还当什么佛弟子？这个是最根本的哦。所以在这个最根本的条件之下，我告诉各位你一个概念，我告诉各位一个概念，这很重要哦。佛是一个究竟的解脱圣者，所以佛的智慧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而这个世间很多的因缘是不断的在改变的，以前对的现在未必是对，现在对的以后未必是对，对错是随着时间随着地点随着人的感觉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所以我们很多人很习惯做一件事情，用我们现在人的角度去评断以前的人的对跟错，各位这是错误的哦。你千万不要用你现在的立场现在的角度去评判两千多年前评判一千多年前的人他所做的对跟错，还有他的概念是跟非，都没晒。为什么？因为当时有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存在，我们没有生在那个时代，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一种生活那一种真实的境界。然后你现在在后面的人轻易的哇，好像用很轻松的语气，用很轻松的心态，用很不屑的那种感觉在说，哦，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对的。各位无知，我告诉你们，这个叫无知。因为你忘了一点，佛法佛陀一直告诉我们一个概念，因时因地因人而有不同的诠释，这是佛陀告诉我们的哦。我问各位，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很多的事情，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你看很多的地方生活形态不同啊，我们说印度当时佛陀时代他没有穿鞋子的，对不对？所以你要照佛陀时代的制度来讲的话，你就是不能穿鞋子。但是你在中国的出家人，你不穿鞋子，人家会怎么看待你？各位，这个就是问题啊，这个就是问题啊。那你说谁对谁错？佛陀时代包含现在男穿的袈裟，跟我们现在台湾中国穿的袈裟有没有一样？也不一样啊。然后你又想说，哦，一定是要男穿的才对，然后台湾的中国的就不对，见仁见智啊，是不是？所以今天正有很多的问题是没有办法用一个统一的答案或一定的标准说对跟不对。就像佛陀当年制定的很多的戒律，佛陀当年呢制定的很多的生活习惯，我们在现在的了解说，哎呀，这样怎么对呢？这样好像也不合理呀。但是各位，你怎么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你怎么知道当时为什么佛陀这么制定的原因是什么？你敢知？你知？那你不知道，你怎么去做评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佛陀做的任何一个决定，佛是有各位
不可思议神通力的。佛陀能够看到未来的事情的变化，佛陀也知道过去生的因缘，所以佛陀制定了很多的规定跟很多的讲了很多的话，那是考虑到可能未来的发展性的问题而说的。所以你不要，千万不要用我们当下的这一个点，我们当下凡夫愚痴的用心去看待前面的人，然后任意的去做批评，各位，这是不对的，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做，因为任何一个批评可能都会造成毁谤，毁谤佛陀，毁谤三宝，毁谤正法啊，所以呢，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我在这里特别跟各位强调，对于佛所说的法，对于佛所制定的戒律，我们只能一个原则，如实信受。佛如是说，我如是闻，我如实信受，就是这样子而已。再来，复信诸佛如来不可灌顶，对不对？灌顶这个名词大家很熟悉吧？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灌顶呢，对对，尤其呢，现在很多人学密嘛，然后呢，哇，上师啊，法王灌顶啊。那师父问你一句话啊，各位居士，你去接受灌顶的，请问你的上师、你的佛佛、你的仁波切跟你灌顶之后，请问你，你现在的修行修到什么境界了啊？请问你，你有禅定了吗？你有神通力了吗？还是你已经得到解脱了？还是你的烦恼减轻了？有吗？要好好想想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去了解了，佛法显现在这个世间，它有很多的真理。我为什么会讲说很多的真理？不是讲说这个全部都是真理吗？我跟各位说啊，我讲说有很多的真理，是因为我后面还有话没讲完。有很多的真理，它是属于不可思不可议的，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但是也有很多的佛法所显现出来的层面是跟我们世间的人可以用智慧去应可的，应可合不合理的，各位你了解吗？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我们世间法里面有很多就是个人假崩个人棒，还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再来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什么意思？你若捌倒腰吼，你想要捌倒会饱吼，你就爱食得食饭啦。你若就是喙焦吼，想要讲吼，哇，我现在口渴，希望能够解渴。每一个人的习气不同，有些人呢可能喜欢喝茶，有些人喝开水，有些人喝饮料，对不对？那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因人而异，没有定论。但是有个重点，一定要你喝进口里面才算数，没有的话都没有。所以修行，各位我问你一句话，你修的善业难道会跑到我的身上吗？我修的恶业会跑到你的身上吗？不会，对不对？我深入经藏，我每天看书两三个小时，我不断累积我对佛法的概念，各位，那是我的，不是你的，不会跑到你的身上。所以你造恶你懈怠，那是你的事情，不会跑到我的身上，与我无关。所以学佛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是因如是果，你有一份的付出，你就有一份的收获。你真正非常认真、非常用心的去用功修持，你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收益，而不是说哇，有人跟你灌顶了哦，你就得到了。那我们大家都去灌顶算了，对不对？我们大家都不用修行了，我们就去灌顶好了。灌顶你就得到了，那你还修什么呢？
所以我们要去了解所谓的很多的形式都是在增强我们的信心，都是在请师长做一个印证。各位，我说这两点你要记哦，请师长做一个印证，然后增强我们的信心。所以这里讲说复信诸佛如来不可灌顶，我跟各位讲啊，佛菩萨的成就是靠他自己修行得来的，所以不是说灌顶、哦、我把你灌顶了你就会成佛做主，还是请佛帮我们灌顶我们的烦恼就会消除。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如果佛陀有能力帮我们灌顶我们就会烦恼消除，我们就得到解脱的话，那干脆请佛陀帮我们大家都灌顶好了。如果佛陀能够承担一切众生的业果的话，那请佛陀，佛陀你慈悲嘛，你的帮我修修，你把你的功德回向给我，那我就得到，我就解脱，那不是更好吗？不用我这么麻烦，也不要我这么辛苦，这边修半天，你的帮我修修的等会啊，你好我等会啊，对不对？但是有可能吗？就像佛陀讲的啊，众生的业果都要自行承担，我们造的善恶业我们要自己承担哦，没有人能够帮你承担哦。但是你发的大愿所成就的功德也是只有你自己能得到，别人也得不到哦。所以这样的概念大家一定要记得很清楚。所以他就讲说诸佛如来不可灌顶，他指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佛菩萨的成就都不是因为外来的力量，都是自己的本性显现，都是自己真修实行不断的累积福报功德三大阿赖真子劫修行成就的，都不是空中楼阁，都不是一处可成的，都是脚踏实地修来的。所以他这一段话是在跟我们强调这一个重点。所以电视机前面的各位，我们修学佛法一定要有智慧，师父只能这么跟你强调而已。那底下再讲的就是说，异性三十二大人之相，八十妙好圆光等法，这里讲的就是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也就是说我们要真实去信诵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怎么来的，就是佛不断的积功累德，不断的修行利益众生，所以福报越来越大，自然感召这个身相越来越庄严，就是这么成就的。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谈到这里，我们先来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愿王四十八愿度我时，一句佛号生净土，成就普度菩萨佛。有人是弥陀殿将供奉108尊阿弥陀佛的圣像，这是一件非常殊胜的事情。造佛形象如《道相功德经》所说，功德大道不可思议，不可言说，所有的福报功德都能够成就。所以各位念佛的菩萨们，为了自己生生世世的福报资粮，赶快来发心建造阿弥陀佛的形象吧，把握这次的因缘，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早日圆成佛道。阿弥陀佛。光明庄严神圣，佛恩寺有消灾吉祥光明灯，可选择供养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等三种，欢迎诸位善信大德发心为自己及眷属以及法界众生燃灯供佛，消业障，保平安，真福慧成佛道。详情请洽佛恩寺，08-7795-5000。
0968 7795 148。阿弥陀佛。屏东佛恩寺上如下松法师启建三十系念法会暨佛学讲座，1月14日于屏东佛恩寺，电话0877955568，台南、高雄、屏东地区备有游览车，欢迎踊跃参加。阿弥陀佛。继续介绍导师这个中恩念诵讲记的这个观世真集啊的第五个啊，就是观贤业啊，观贤业啊，根啊三啊，破正量者的不思法啊。那么前面讲到他这个
所谓属二叫诸行业，诸行业啊，诸行业，他就说到说啊，一切诸行业相似不相似，一切出受生耳识啊，报独生。如是二种业，现世受果报，或言受报已啊，而业犹故在。若度果已灭，若时已而灭，于是中分别有漏及无漏。我们上次上面讲到这里，我们看看二九八页哈，导师这样讲哈，他说再说业，但论文的意义呢，实在为解释业力以明以说明呢不施法的性质。一切的知行业有相似的有不相似的两种业啊，异界有异界的业相业相似啊，那么色界有色界的业相似啊，那么无色界与无色界的业相似啊，那么善的与善业相似，不善的与不善的业相似，有漏的与有漏业相似，无漏的和无漏业相似，这是相似业啊，相似不等于哈，不等于哈，啊，这样的不同那样的哈，那样又不同，这样就是不相似的业了。比方说，你这五戒，五戒和十善啊，五戒十善不同。那么五戒，你如果这个因缘造了五戒的因缘啊，因缘，那么这个不施法保证到你所受的相似果报呢，就是什么人的身。人的身体，五戒不等于人身哦，不等于哦，它是相似啊，相似哈、啊。那么千遍说啊，千遍论说啊，不相似业各有一个不施法，每一法都有一个不施法保存它啊。那么相似的业啊，有一个共同的相似业，有一个共同的统一的不施法啊。那不相似的只有啊，每一个都有一个哈。啊，那个相似的只有一个啊，那也就是凡是业力的相同者啊，和合是一啊，有一个共同的不施法，将来共成一个果报啊。老师说啊，我以为相这个词相似不相似业啊，可以说是共业不共业啊。那这个共业不共业就很容易了解了，对不对？共业我们共同，共中有不共呢？不共中有共呢？这样了解吗？比方说我们都是人，就是共业，共同的这个就是人。那么有不共，有的是男生有的女生，有的出家有的在家，对不对？有的笨有的聪明啊，有的会很会计较有的不会，这样的时候就不共了，对不对？共中有不共啊，那不共中有共哦，对不对？相同的点都是人啊啊，而且相同呢，这个报都报到台湾了，啊，是不是？啊，这个都有很多地方啊。那么，所以某一个有情，各个差别是不相似业。比方说，动物和人啊，恶鬼道和人道不同，啊，这个不相似，这个不相似业。那作为人是一个共同的，就是五戒嘛，哈、啊，这相似业啊，这相似的啊。那么每一道每一道的业。众生的业不同啊，如众生共业，将来感得众生共得的因报等，就是相似业啊。那么每一个有情现生及过去生中，造了有很多的相似与不相似的业，但他在前一生命结束的时候啊，就是死亡了以后呢，重新取得另外一个新生命的时候呢，在无量无边的业聚当中呢，只有某一类随缘成所，哪一类成所去报到哪一个地方，不是说哦，他有三种业的时候，三种业都同时去报，没有，是先报一个，然后再其他的啊。那么假使他生在欲界啊，就唯有一个欲界的业生果啊，而欲界业的当中又有什么啊？六趣的差别，六道了 啊，他如生在人趣，人唯有人趣的业生果。其他啊，第一恶鬼出生了，他就虽然有恶报、哦、恶业在哦，还没消除，但是暂时是人，虽是人，啊，是人的果报先来哈、啊。
啊，人中也还有种种啊，刚刚讲过，有聪明啊，有笨啊，有男有女啊，啊，有本国有外国啦、啊。总之，这业虽然很多，而新生的时候，我有某一界某一去的业，所以最初升起受生，那个时候就唯有某一种果报单独升起，其他的业果系呢，啊，要割别啊，暂时就是不能潜伏在里头。其他业暂时啊就不起作用，再等几年哦，你这个业果报完了，看看哪一个业果报比较成熟，就是从那边去了。果报现起，保证业力的不施法，也就过去不存在了啊。那么而唯有这个果报生的相续受果报了啊。如是二种业轻便，在解释当中说是上面的作业无作业，就表业无表业了啊。那么青木啊，更说说这是青叶和重叶啊，两种叶，他们说表叶无表叶啊，还有青叶，还有重叶。那么上头又讲的不是这样嘛，就讲的是啊，那个是我们讲的是相似叶，相似不相似嘛。那么导师认为说是共叶不共叶嘛啊，那共叶不共叶和青叶重叶有没有一样啊？显然不同。显然不同啊，所以嘉祥啊的解释啊，嘉祥大师啊他解释哈、啊，他说有多种的二叶，二叶有多种的说法，也可以说是相似与不相似叶。由这两种叶现世就可以感受到正报、依报呢的依这个依报的果报了，正报和依报了。比方说身体，还有你住的世间啊，正量不中的另一派说。由于业受果报啊，果报现起了以后呢，新生命固然是一起延续下去了。比方说啊，人有活到100岁来讲啊，那就是一起的生命。那有的是只有几年，有的只有几天啊，像那个浮游有没有？浮游啊，那个白鱼变成那个浮游有没有？在飞的啊，那个时候只有啊，大概是一天一夜啊。就死掉了哈。那从这个地方来讲啊，就是这一集啊，这个新生命啊，这保证业这个不施啊，不施法呢，也同样是存在哦啊。比方说，你是新生命，固然是一起延续下去啊，以前所造的这些业力不施的不施法还是存在的，和你这个身体同时存在啊。那么这一个正统的正量学者呢，说的不同了。他的不施法没有感果的时候呢，是存在的。一旦受了果报的时候呢，立刻就不再存在了。啊，你看哦，那另外一派是说，受了果报它还存在呢，啊，它本身还存在。所以明了论啊，说不施法待果起防灭啊，不施法等到你感果报了，那个时候就灭了，啊。真谛三藏说不施法是功用长，待果起方面，它的功用是很长的，等到果啊报果起来，你的果报起来已经起来了啊，那个时候才灭。都是主张感果即灭，就是说你受报了，比方说你受到人了啊，他保持你前生前世还是哪一生哪一世造了五戒，那五戒的时候他就是要感到五戒的相似业嘛，所以他这个不施法就保持到你这个人间的这个果报已经生了，有没有？那作为人了，那这个不施法就没了，就灭了啊，一般是这样的啊。而现在呢，说不但没有感果是存在的哦，就是感的果报，他保证业力的不施法啊，在所感果报没有尽灭以前还是存在哦，这样的意见参差啊。是这样的，正统则说因既然生果，果体能一起延续生下去啊，啊，因不再生果啊，所以感果就灭。旁支者说这两种啊，正统和旁支啊，旁支者说因生果后，果体继续生下去，有它一定的限度，意思是说感到这个果报呢，这个果报还要活一段时间呢，我们人的话活100年呢，啊，它是还要跟着我们100年呢。啊，然后才消失掉了，啊，另外一个业系起来了，他才没有呢，啊，他的讲法是这个样啊，啊，那么有他一定的限度了，
有它限度的延续，不能说与因无关哦。啊，此必有支持圣念恩慈的延续的那种力量，所以要在果报生灭的时候，啊，不施法才消灭。就说啊，报了这个身体了，那等到我们这个身体死了，他不施法才消灭，跟随着这个身体才消灭了啊。这两派啊，以一切师所说的、啊、去批判他，正逢注意生的因，旁支又注意到引因。引发他的因啊，这样依旁有所的解说不施法，业的施灭啊，在两个时候，一就是圣者未终度果的时候，圣者未终度果的时候，后面的啊，另外第二，一生未终死亡的时候，就说你这一生到哪一生，你这一生感到果报，这一生死的时候，那个才消灭啊，这个不是修道哈、啊，就是。他随着你这个身体所报的身灭了，他才灭，啊啊！刚刚那个是说，因为你从三果到四果有没有？他灭了，从初果到二果啊，度果就说他那一段的那个灭了，那一段的灭了啊！所以从七处往还变成一处返还，从一处往还到不来，对不对？不来到不生，有没有？他这个是一段一段的啊，这是两种说法的啊，所以从初果啊。到二国，二国到三国，从三国到四国，每一国啊，都叫做度国啊。这在度国的过程当中，每度一国就灭去一份啊，灭去后一国的所应灭的业力啊。那么如出国还有七处往还生死，正到二国的时候啊，就前面那个六番生死就不施法就灭了，对不对？他已经啊。正二国的时候就是一来嘛，一来前面的六处那个就没了，六处的那个不施法就消灭了啊，啊，只有剩下一往来了，啊，到最后欧罗汉国入无余涅槃啊，那死的时候呢，就是彻底的灭除有漏，不施法了，那不施法整个灭尽了啊，这受命啊受尽命劫叫做死嘛，所以一起生死尽没有了，啊。感应到这个此期果报的业，这个不施法呢，也就随之而消灭了。所以说，若度国以内啊，若死以而已，死已就是死了以后啊而灭啊，在这度国死以内当中，应该更分别它是有漏的、无漏的。初国死了，或者二国死了，三国死了，或者四国死了，前三国的有漏还有嘛？啊，到那个第四国那是啊无疑的无漏了哈 啊。那么如果说这是一种说法，另外就说啊三界以内呢就是有漏啊，三界以外叫无漏啊。那么就是三界即以啊不计法啊，一生死灭，这是三界即的有漏法。欧罗汉入涅槃灭，也舍有漏的啊残留下来的业，如舍无漏智业。这是不计啊，不受这个业所计的那个无漏业，度国灭了啊，有三界计的有漏业啊，那么舍前三国夺后三国所灭的啊，就有不计的无漏业，这是应该分别而知的。换句话说，不是灭就是一灭永灭啊、哦，那你出国还有二国的了，还有三国，还有四国，对不对？他。你没有灭死掉，他还是啊、受那个生死的果报，但是他不会再轮回就是了。他到一定的程度，他可以解脱。啊，换句话说，打一个比方，就说龙如同幻这个业的果报、啊、如同一棵树，你连根把它拔起的啊，就是正出果的时候就正到哈、啊。那么起来的时候，它那个树干里头还有一定的养分和水分。啊，它还维持一段时间，它是死定了哈。但是它是还会开花呢，还有结果呢，但是不会维持太久。那我们凡夫是常常质问它，它就没有了啊。啊，任三就是结说啊，他说随空亦不断，随有而不长啊，业果报不失，是名啊佛所说啊。他说虽然法这个知行空。不断灭的啊，
虽然有这个老生死业业果报相系啊，那么这个感恩果以后不施法啊，忍耐啊啊是不长的啊，是不长的啊。那么有了业果报啊连续的啊，这个不施法啊，那么这些呢啊业果的不施呢啊，才我们叫做不施啊，但是它是不是那个恒常，所以不断不长啊。那就说他这个是佛所说的啊，我们看看底下他们这样这说本颂呢，是以为此颂是正量者解。